10天半个月，嗯，10天还是半个月？我告诉你，我等不了啊！这不要我命吗？等不了也得等。我说袁清哥怎么现在办事越来越温了？你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你想什么办法呀？你可千万别胡来！跟你说，我要没这胡来劲儿啊，还就没这段缘分了。他墨家这院墙也不是什么铜墙铁壁，千万别胡来！我是要见我心爱的女人，那些拦着我的人才是胡来呢！哎，尚不让，你要干嘛？你哪儿都不许去。这墨家大院虽然不是铜墙铁壁，那也不是任人进出的戏园子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以前可听人说过的，那随便进出墨家大院的人是会受很重的刑罚的。什么刑罚？很重的刑罚。多重？很重很重。 我觉着，向不争今天晚上会来。放心吧，他只要敢来，他就绝对出不去。